还记得那路口高高长阶梯，我兴奋地走。No， 操场上看到你的执着，体育老师发现我放空，不承认，难道我远远的偷看，脸上也泄露。放学之后我总想不通触动的理由，算了吧，不去想，何必有借口。不敢不问不说，怎么不敢不问不说，我一个人在心动，这样不敢不问不说，一直不敢不问不说，就怕答案像彩虹也像沉默。在走廊经过没有偶遇我，会不会还足够留下这微热，我深深吸着我伪装整个预计的热络，掩饰我不擅长的温柔，搞什么好幽默，写了一万字粉红色小说。